小公子，我带你来这边看，那池中的花叶有个五色鳞，清江又清好看哦。陈太阿姨，你回来真好，可冇再来来看我。黑毛，这鳞这边看不清楚，我带你来一片，一片你看，这鱼的有江毛啊。有，哇，很江啊，很江啊，很江啊。滚蛋！用来吃生肉，多在民族河流，海海主义来吃肉，你敢对牛严肃嘞？啊哦，你呀、啊，叫熬你通病，唔顶来好人心嘛？我看你爱来吃钱，叫你才有事情。唐家中变法罪，法院靠你国归来，明明你要将他去。莫该托你讲出来，害死伊只小孩哩呀！何用对我按摩哩？也许我群主该注意，何患出家去亲近？群主霸占人如王，害死我跟主人们四千人，你太过分了！我要将你打到千步空飞。
是啊，落后三两黄银币，也敢打死村破计。村主苏氏宋天帝，也敢毁尸陷害伊，乃为家奴亲忠义，彼主不属甘无理也。老头，你请是来人啊！将其打死，且慢！爱母女，燕公的讲的讲的事情，你让我一一说分明。是，你只自己莫小心，跌落水池，燕何人？政府不便是一非，强来我身有何凭？村头同来有功绩，分明你有高代之冤。群主，师道已经照实讲，恐怕敢问你害无？你讲，你来讲。好，我讲，我只讲本意的。捆绑非是我的亲生儿，我何来一则插中意？是我面临了海死地。群主，当时为此人喜而感念，为何今日说此言呢？为此，哼，群主为此失颜面，正言感念来为骗。好将路头上上大事好
咩去处？就是被他拖走了。哼，唔是一半条命，所有人躺着。此事如果传扬出去，天斩不散。
哎呀，我做不对呀、啊！奶奶死了后，你们住着，你们不死啊！燕公啊，燕公，你不能死，你不能丢啊那一个你。那场又叫干派死他，那有么黑几个办法？燕哥，人啊，开夫妇，包几年做官清正，一定有个人一我一手助人生涯。主娘，燕哥，你就也不出房。燕哥，燕哥，燕哥，你不能死！燕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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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哥。燕哥，长玉哥，你在同心创的五年啊，那一天我都快丰富过中是宴啊。红娘大哥汉言，李梦雅，有人拦路汉言，下马来。这妇人为何拦路过从？民妇有冤情，要来告状啊！敢有功啊，不由不准，为何不前往告状呢？民妇不来，要为康快丰富康哥，望那包太人待我甚严。夫人码头来向了，王爷对此怒气，民妇心想。王爷，你不愿替我主持公道，我怎么能求高唱啊？你要高你要何人？明不要高，当今群主唱玉叫，故他何罪？将我扶救，逼我下退分数。要害死我儿，给那老燕公的性命啊！你，这妇人，你是何人？你不又是何名何姓啊？名，名喊什么样？我不就真是周永慈啊！周永慈，不错，相公半途丢到群主性命。皮这位群马面无代意来到永主前夫随地那长玉桥心肝狼吐那副性命危急于我强迫面无下了退分书强留我意不以为给我好好照顾想不到他强用了办法，还是我爷给燕公性命啊！江天哦，
是你啊，心强风啊，啊是勇士千骑风啊。风情归处，哪有敌不反法之理？那群主若是不做伤天害理之事，命运又起高，亡故一命，逆天高唱啊！怎么样？你可敌？当今群主还本王的马盖你？民夫我不敌，他就是我的亲生胞妹。啊，你，哎，不行，你不是强，我是办法与宿命同吹，此恩你又是不过，我绝不强由你。要是群主真是犯下过错，本王必依法判你。来，随本王回府吧。